朕自己每顿减去两个菜，你们还敢阳奉阴违，在家里搞什么家宴，实在可恨。从今天起，以往概不追究。都听好了，朕在此再立一条规矩：凡操办家宴者，一经查出，绝不轻饶。 各御史加紧督查，若让朕知道，尔等还是应付过关，小心尔等的狗头！遵旨。上菜了，上菜了！哎，嘿，干什么呢，猴崽子们？谁让你们做的了？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谁让你们做的？上菜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公公，这菜已经上完了。上完了？啊。 这吃的菜没有一个，啊，让皇上光喝粥啊！不是，这不是皇上说的吗？每顿减两个，一次递减，一天就少六个菜。到这顿得了，就剩粥了。哼！哎呀，哎，你们说说看，这皇上说的话咱们能不听吗？可要是把皇上给饿着了，咱们也得掉脑袋呀。是啊，哎。 怎么弄啊？嗯，福康怎么还不来啊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传旨下去了。让你去催菜，干嘛呢？皇上，您的菜全齐了。齐了？上顿还有俩呢。这顿正好没了。嗯。哎，吃那个。哎呦。 皇上，那个您可不能吃，那是供祖宗的。那我吃什么呀？皇上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您吃点干鲜果品，河北送来的大蜜桃，汁儿多肉肥。那也不丁饿呀。哎，那就喝点香茶，蒙山送来的香片挺好的。别哄我了，灌一水饱，多不雅观啊。 哎呦，大清朝可是出了个挨饿的皇帝喽！这顿吃完了，下顿呢，岂不断吹了？皇上，依奴才所见，您的龙体要紧，还是让御膳房做吧。胡扯！朕刚刚颁下的旨意，岂能篡改啊？这样，你打发人到前门外去买点豌豆黄、驴打滚什么的，顶顶饿。 这，奴才福康叩见皇上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福康啊，你中午打算吃什么呢？回皇上话，奴才中午就凑合了，什么都不敢吃。哎，朕也没要治你的罪，你凑合，朕在这挨饿了。奴才也饿呀。想开个近吧，又怕大臣们知道。 你说这刘统勋他多可气呀，出这么个缺德的主意，把朕又给绕进去了。皇上，奴才有个主意，不知道皇上肯不肯听？别卖关子了，说吧。据奴才这几日观察，皇上在这儿挨饿受苦，刘统勋在府里可吃喝的欢呢。啊，这几日山东不断的有人往他府里送东西，那可都是些吃喝之物啊。知道，都是些大米、小米以及什么茄子、辣椒之类的。 皇上，这账您得这么算，一筐茄子不值钱，可是它是从山东千里迢迢送过来的，这一路上人吃马吃人睡马睡，这筐茄子可就贵了，这就不算大吃大喝吗？嘿，这刘统勋，二福子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让御膳房开膳。这。 你这样，您找一件公事，让几位王爷上刘统勋府里去，特指让他酒肉伺候。啊？您想啊，几位王爷上他府里去了，他总不能小米白菜的伺候吧？这什么馊主意啊！啊，招待晚了又说是朕的主意了。哎，皇上，您听奴才说完呢，您让几位王爷上他府里头去，就专门跟他商量山东赈银的事情。刘统勋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 几位王爷要到他府里头去，他敢不好好伺候吗？嗯。
他要真是大鱼大肉的招待，那您就让几位王爷随口答应他，到您这儿来个全不认账，还罚他个倾家荡产，定他个吃喝之罪。他要是粗茶淡饭呢？您在旨意上写清楚小心伺候，那粗茶淡饭能算是小心伺候吗？那他要是真这样的话，您就一个大子儿都甭给他，你还得定他个抗旨不尊之罪，这才解气呢。就这么办。来，少吃点。嗯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圣旨到。来，快点。臣刘统勋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差大王爷、二王爷、三王爷并福中堂与刘统勋商讨山东救济银两一事，着刘统勋小心伺候，不得有误，亲子。臣刘统勋领旨。公公，要不在家里吃点？还没进这大院我就闻见香味了。您这是吃什么好吃的呢？羊肉炖萝卜。哎呦，夫人，给公公准备一下。哎呦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皇上还饿着肚子等着我呢。皇上这回动真格的了，这手一挥，军机大臣啊，看坟去了。刘统勋是怎么了？这段时间满朝文武连个吃字都不敢提了。哼，过去我跟人家说，请你吃个便饭，啊，你猜现在怎么说呀？到我家凑合凑合去。哼，大哥二哥，哎，咱们还是王爷，给逼成这样，多没品性啊！啊，就是啊。这大清朝是咱们自个儿家的，怎么现在连吃饭都要有人管呢？依我说啊，咱们现在去找一家好的馆子啊，卯足了劲儿，咱们吃他一顿。行了，别莽撞了。他刘统勋管吃是假，想给他们山东弄点银子是真的。皇上不是说了吗？再逮到一回罚钱，吃一两罚十两，谁罚得起呀？哎，我说福大人，我们哥几个在这坐了半天了，你别闷嘴葫芦不开腔啊。几位王爷说话呢，我哪敢插嘴啊。你就别端着了，有话赶紧说。不过皇上的意思是不给钱，可这刘统勋借着整治吃喝之风，他要钱的心不死，咱们得想个主意封他的嘴啊。刘统勋，嘿，刘统勋这个铁公鸡，他会请咱们吃饭？不必担心，刘统勋他就是为了山东的银子。几位王爷要是到他们家里头，他要不好好伺候，咱们当时就给他甩脸子。他敢不用酒肉伺候吗？几位王爷就把肚子留着，上刘统勋他们家喝酒吃肉去。今天天色已经不早了。几位王爷留在我府上凑合一段呢。天津刚送了些海货，我就留着孝敬几位王爷呢。你看，还真就是福大人有心。要不我们哥几个就留在你府上，凑合着吃点鲍鱼、燕窝什么的。啊，来啊，把大门给封上，来客一律不见。是老爷。走，走，来来来，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哎，我说福大人，怎么回事这是啊？您是请我们吃饭还是请我们钻地道啊？你瞧这一道一道的啊！哎呀，来来来来来。不错，哎呦，这个地方，甭说御史爷，就连我老婆都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好好，慢着，慢着。
明天中午几位王爷和福大人来吃饭，怎么安排你吩咐一声，我也好准备准备。哼，不给他们饭吃，饿着他们。啊，饿着？嗯，你饿着几位王爷那哪行啊，你这山东的救济银两怎么办呢？皇上要给山东拨银子，那就应该找户部官员，犯不着找几位王爷来，还让我小心伺候。嗯，我要是伺候他们酒肉吧，啊，他们吃了倒是答应给我钱，可到了皇上那儿，来个不同意，还办我一个大吃大喝之罪。我要是粗茶淡饭伺候吧，又说我招待不周，到要钱的时候，皇上一瞪眼，没有，还办我一个抗旨之罪。哎，我心呐。是啊，难办，那可真难办了。大鱼大肉不行，粗茶淡饭也不行，明天这饭怎么安排？我自有办法。哎，明天你带着刘墉逛大石栏去。你说真的？真的。我可真不管了。甭管了。几位大人请。哎，刘大人呢？今儿可够敞亮的。瞧福大人这话说的，皇上让我小心伺候啊，那错不了。刘大人，我们奉旨来和您商量山东赈银的事儿，只是我们家里有点事儿，今天来晚了，正赶在饭点上，哎，太不好意思了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看王爷这话说的，拿我刘统勋当什么人了啊？请王爷们吃顿好饭那错不了啊。这顿饭要是王爷们吃的不高兴了，那我刘统勋岂不是抗旨不尊了？啊，明白就好，明白就好啊！同志，皇上那可是咱们来之前，皇上不是嘱咐过咱们吗？放心啊，今天我请大家吃的是正宗鲁菜，刀工火候那是极讲究的。咱们先吃饭，吃完饭再谈银子的事儿，好不好？讨饶，讨饶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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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几位王爷、大人，这边请。哎呀，你这儿不错啊！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吃饭，如何？啊，刘大人雅兴，连吃饭都得选这么个地方。坐坐坐坐坐坐。吃饭之前，先请各位品品这个茶。好。嘿，这什么茶？这个这么香啊？啊，好。这叫蒙山茶。哦，这是太后恩赐给我的，我呢一直舍不得喝啊。今天各位王爷和福大人来了，我专门沏上，请各位品茗。这茶不错不错，不是有副对联吗？叫扬子江心水，蒙山顶上茶。说的这就是蒙山茶。哦，这是贡品呐。那是，别看我是王爷，没喝过。一看这叫，哎呀，好，蒙山茶名不虚传啊，名不虚传呐。哎，大哥二哥福大人，尝尝尝尝尝尝啊。你先来吧，你快尝尝吧。啊，那各位慢慢品着，我到后边看看去。好好，你去忙，慢用啊，慢用。哎，去吧去吧，来来来，掌勺留我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我睡个晌午觉啊，不到日下三竿，不许叫我啊。王爷那儿小心伺候着。哎，大奶奶带着小少爷出去了。午饭怎么办呢？我跟他们说了，让他们在外边吃了，你们也自己解决了，好吧？哎，把那个锅碗瓢勺都给我敲得响一点啊。哎，那老爷您呢？我不吃了。要是几位王爷饿得实在不行了，我们怎么说呀？就说我在后面操持酒宴，等听见他们的肚子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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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成一片了，再叫醒我。走。你说这都从哪儿来的？试试啊。你说这新茶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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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味儿不错。福大人，几位爷啊，我们老爷在后边整治酒宴呢。我们老爷说了，这蒙山茶今儿管够，几位爷请喝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下去告诉你们家老爷，公事要紧，别太麻烦。哎，别去，等会儿，咱们不能辜负了刘大人的一片苦心呐！哎，几位王爷，喝茶，喝茶，来来来来，咱们踏踏实实的等。
下去吧。嗯，哎，我说，这茶呀，它就是个行啊！这刘统勋一点都不抠啊，这么好的茶给咱们管够，多喝点。嗯，他整治什么呀？啊，这么半天了还不出来？哎，不着急。不着急，哎，对对，不着急，好，这茶味够厚啊！不着急，好好好，这茶味够厚啊！哎，加点油，炒的响一点啊！嗯嗯，好。炒的响点。哎呀，这茶不能再这么喝了，这也没个点心什么的，光喝茶不吃东西，这饿呀！我早就饿了，瞧见了吧？ 这都日上三竿了，御膳房做饭也没这么久啊！哎呀，我得先找点什么东西，先吃点儿。新茶泡好了，请几位大人和福大人品茗。哎呦喂，别品茗了，这肚里都打鼓了。你们老爷呢？回福大人的话，我们老爷在为酒席的事儿在后面张罗呢。行行行，别张罗了，再张罗出人命了，快点吧。听见了吧？赶紧有什么菜，先上点吃了再说。是，去吧。哎，哎，你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。 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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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位王爷和福大人都肚子都已经打上鼓了。老爷，他们叫您过去呢。这眼瞅着就坐不住了。哎呀，这个午觉睡得舒服，哎呀，都要羽化成仙了。老爷，你快过去吧，他们已经饿得不行了。哎呀，急什么？山东的灾民都快饿死了，他们怎么不着急啊？来，打盆水，伺候着。 我说什么来着？几位王爷，这顿饭咱算是吃不上，不能吧？到刘统勋家来饿一顿，这是抗旨不尊呐！哎呀，几位王爷，来来来来，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，不行咱们就走。什么山东阵营，咱们是老虎纹鼻烟，没那八回子事儿。 回去连名揍他一本，没王法了。饿着我没事儿啊，饿着王爷，这叫怎么回事儿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哎呀，让各位久等了，张少，倒茶。哎啊，还上茶呀？啊，行了，不喝了，这都是茶，再喝就晕这儿了。那酒席呢？啊，就喝，就喝，就喝。哎，还等了？别等了。 有什么吃的，赶紧拿来吧！啊，哎，我想想啊，哦，对了，我老乡啊，从山东带来点土特产，王爷一准没吃过。刘大人呐，您这话也太大了吧？您要说我没吃过什么什么东西，那倒是可以。几位谁呀？啊，王爷，什么没吃过呀？福大人。 我说的这个老乡带来的土特产，只怕几位王爷连见都没见到过。我不信，不信，嗯，那咱们打赌，赌就赌，来，咱们击掌。行了行了，空着肚子又赌上了，你们俩哪来那么大赌性啊？啊，董勋啊，哎，别废话了，有什么土特产赶紧端上来吧。好。 哎，我得再说一遍啊，这可是我老乡带来的土特产哦，你甭管谁带来的，您就端吧。好嘞，张少，端。哎，各位请看。啊，好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这不是枣吗？哦。 我连枣都没吃过，哎，各位王爷，这个枣啊可是非同一般呐，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乐毅伐齐的时候留下的树种，这个枣啊叫做玛瑙红珍珠烙翎小蜜枣。嗯，您看这枣啊，红的像玛瑙似的，哎，为什么叫珍珠小蜜枣呢？它是经过精心挑选。 再把这个枣用上好的蜂蜜、桂花、冰糖，蜜饯制成，那真是清香爽口，甜而不腻。它不但好吃，还治病。
它能够清心肺、去肝火，治虚损、润五脏，止咳生津、补血增气。刘同学，我说，你是请我们来吃蜜枣啊，还是卖大力丸呢？得得得，我先尝尝吧啊！哎，别忙别忙，哎，刚才呀是说了吃枣的好处，可吃枣啊还有一样，挺讨厌。